盛发，你平常不是会玩手游吗？刚在剧中也有提到 carry 这个英文单字，我们平常也有听到你好 carry 哦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问我就对了。我们都知道 carry 指的是携带或是扛起来，在游戏中有点像是说能带领整个团队迎向胜利的意思。所以当有人说你好 carry 哦，就是称赞说你很照，那是不是等同于英文 you are so capable 的意思呢？没错。另外跟你说哦， carry 如果字尾去 y 加 ier 就成了 carrier， 这是指西行车辆或运输系统的意思。而在我们步训部许多装备的英文都有 carrier 这个字呢。啊，这样我就想起来了，例如 M113 系列装甲人员运输车 M113 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 APC CM2212动功率迫击炮车 CM22 Mortar Carrier 悍马托式飞弹车 Tall Missile Carrier。 哇，真是谢谢你的 carry 呢。好的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继续来看剧情究竟会如何发展。 Carry on。 需要你看，我请小梅暗中帮我注意熊哥，他刚才传来了熊哥骑车出门的照片，而且还神秘兮兮的不告诉别人他要去哪里。熊哥一定有鬼。你有事吗？不是跟你说不要太疑神疑鬼？而且我刚才跟熊哥通过电话，他说还有很重要的东西要拿来给我。不是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的第六感很准的。而且要不是因为我查谁的言行反常，剑可以追查到底的精神，你早就被熊哥糊弄过去了。来，你看他那个车手的身材体型，还有穿搭，就跟照片里的一模一样啊！学长，他一定是熊哥。不可能啊！我看，不是啊，熊哥不可能骗我啊！而且我们早就约好要在这里。我已经警告过你了。不要太相信熊哥。不要太相信谁啊？就是熊。怎么了？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那他是？班长，没想这个诚意。我刚才跟调查局确认过了，那位并不是连城一派的车手，他就是一般机车物流的快递人员，只是。他车里面有很多相同形式的信封，加上他送件的地点很多，所以调查起来可能还需要点时间。熊哥，哎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太心急，想要找出连城一还有枫红，所以啊，亲爱的 boss， 我也很抱歉，但我真的是因为太担心你。没事啦，你们不要在意。我知道啊，你们都是很关心我的，毕竟我跟诚毅关系匪浅嘛，所以你们会怀疑，很正常啦。不要放心你，没事啊。没事，没事哈。啊，我要带来给你们的东西。待会你看一下，我在电话里面跟你说的这半张纸，是不是你手上缺少那半张？学长，那个落网的承载有说，只要我们找到另一半的纸张。就可以找到枫红他们。有了，哇，真的对起来了，这样我们解开谜题就有希望了。是啊，这真的对起来了。没有枉费吧，我研究了好几个晚上啊。我那时候就在想这张纸到底有什么作用，后来我看到这个是注记我们军事地图的注记方式，再加上说我有把诚毅常去的几个地点啊标上去，但是就是缺少了这另外半张，所以我不太确定说他是不是就在这里。那这样我们赶快来找答案。好，来地图，看一下，看，哦，这就是这边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里，他们的藏身处，太好了，
我们一定要赶快行动，这一次绝对不能让他们再跑掉了。对，那我们也赶快通知调查局还有警方，准备一起行动带人。我也要把志明的账号算一算。嗯，我一定要找出陈阳，问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。Boss， 我支持你。快联络 ，OK。来，来，走走走，事不宜迟。托儿，他们来了。他们现在心里应该满是问号吧？哼，扑了个空啊，任谁心里面都会不舒服。但要怪，也只能怪他们自己不靠谱了。咱们靠手游上钩的那个熊孩子，他的士兵身份证速递应该已经送达了，咱们走吧。诚意，知我者兄弟啊，竟然还是让你找到了。这阵子不见。最近过得如何啊？别废话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来啊？难道你忘了我们当初立下忠于国家的承诺吗？现在啊，还害我被监管调查。你现在跟我走，我要你还我一个正常的生活，一般的日子。至于你的钱啊，我也全部还给你。好，你先不要那么激动嘛。你的餐酒馆关了。我的健身公司也关了，这样子我们两个不就扯平了吗？再说，咱们兄弟一场，就不要那么计较了。你和你的铁兄弟慢慢聊吧，我先歇息了。哎，就凭你们俩也想拦住我，会不会太傻太天真了？闪开！你说谁天真啊？你才学雕天真嘞！谁说只有我们两个的、啊？连成义、封红，你们的游戏已经结束了。事实证明，正义才是胜利的一方。佳云，我忽然想到，那个地图有可能是连老板故意误导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，而且之前连老板有带我到某栋大楼办事情。我无意间看到他走进一道密门之中，可是我忘记是哪里了。你们要多加留意哦。你们让这么多人陷入绝境，也该让你们尝尝绝望的滋味。阿伟、佳云，感谢你们这一年来协助县运违规、单位安全情势之处置与预防，而且对防谍情报线索穷追不舍。加上李老板跟驻所小队的鼎力相助，才让我们顺利的将连成义、方红逮捕到案，这对国家跟单位安全得到保障。谢谢总队长，也真的很谢谢你的大力支持。当然，还有佳云机敏的保防警觉。今天才能够化险为夷，避免官兵被中共情报部门渗透还有吸收。我也终于能够让志明安息，不留遗憾。嗯，我也要谢谢总队长的指导。回头看看这一年来，我确实成长了很多。当然，还有达伟学长的包容跟信任，对于反制中共、接触渗透的能力有所提升，才能和大家一起把危害国家安全的家伙一网打尽。是啊。听完你们的话，我好感动啊！其实真正该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才对，要不是因为有你们在啊，我啊可能就成为了破坏国家安全的帮凶了。再来，我的餐酒馆呢，也会变成了共谍的根据地之一。真的谢谢你们，来，我敬你们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但话说回来，佳云跟大伟真的很厉害。又破获了一桩这么大的共谍组织，真是大功一件。
虽然说经历了这么多的过程，但我还是觉得好不可思议哦。我也只是做了保房官该做的事情而已。其实呢，保房工作是很需要团队合作的，如果只单靠一个人是很难做到让部队安全滴水不漏的哦。是啊，其实保房啊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不外乎就是自己要做到慎独之外，也要去关心别人的心绪、交友和家庭状况，才能在发生违常特征的时候先知快报，及时处置，让危机还有敌人无机可乘。你说的没错，经过这次任务下来，你跟嘉瑜表现不错，不愧是我们安全总队的王牌王冠。是啊，国家有你们这样的人才啊，我们民众啊就可以放心了。保防啊，真的不只是国军需要确保军事机密安全啊，也是我们一般的民众眷属要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啊。我知道 ，boss， 这个唱的更好听哦。嗯，小梅，你要干嘛啦？保你是军人的天职。保你是军人的天职。节目到了尾声，很开心能够担任此次的举光原地主持人，刚好也趁着这次机会学到了很多英文呢。不过中英文夹杂，我的舌头都快打结了。哎，对了，怡蓉，你是不是四转军的？对啊，看来我们都是四转军的代表。之前在士官时有受过英厨班的训练，其中对一段英文印象非常深刻，在这里也送给所有观众 ：Below you to yourself and to those who are below you to you。尊重自己，也尊重那些尊重你的人。你很会耶，哪里现学现卖啦？其实这句话不管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都很受用，与大家共勉。好，今天节目进行到这，我们下周见喽，拜拜 ，See you next week。